一见鹿竹马木逢春，夏火秋金冬水林。四柱财官身要旺，虽有神杀不受贫。嫌此时受官来亲，无意一马一宫门。水燕亲贵不如坎，丈夫克妻少子孙。伤官阳刃要相生，正官多见必然凶。伤官有志必有气，行冲破害一段空。忌官官旺怕官冲，伤官伤尽贵无穷。官星不如财星玉，万里鹏程彻底清。食神喜劫怕逢鸟，偏官降柱跨金龙。见火偏阴主相病，冲破印受福寿桃。更忌死绝怕逢鸟，行冲多见祸多遭。食神喜前杀喜后，运行岁运喜飘摇。月下阳刃能掌权，阳刃重见克妻贤。偏官为守身为贵，行冲多见命理难。更喜正印爱正官，要见财胜祸连连。天运二德来相助，一世荣耀掌大权。正官摘去月中葬，最怕行冲破害伤。官杀混杂人贫贱，官旺身衰少年亡。甲乙生有卯木伤，不走丁火最高强。干透月旺行财运，一品当朝伴君王。二十柱直断四柱，十柱直断四柱法，就是只看十柱是什么干支，根据十柱干支组合的信息之相来断出此人的各的事项。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都代表一定的意义，每一种天干地支相组合就有一个信息之相，组合不同信息之相就必然不同。为什么盲人中的高人有时只看你的时辰就能说出你很多事来，及你六亲的信息，且准确率很高，令人惊异。在此我将盲人直断四柱法公开于世，望诸位细心体会。三正财，正财喜旺日，主强比劫重逢夫妻伤，官伤至节节更旺。紫袍玉带伴君王，日落比肩怕空亡。运到比劫柱更为凉，财多身若贫受病。神旺方能女儿郎，偏财月下偏财格内强。日旺财星有田庄，命犯子无毛有剑。漂流偏爱野花香，财重如的喜神强。官印相助芙蓉长，财清凶助生灾祸，一生无财苦奔亡。正官得七月中葬，最怕行冲破害伤。官多混杂多贫贱，早运逢至少年亡。家用新官日主强，不逢丁字最高强。官星要旺行财地，紫袍玉带伴君王。七杀无志号偏官，神清杀重怕伤残。正印化杀名显贵，食神至富利名扬。喜阳刃怕伤官，一见财星祸连连。一杀一至多主贵，镇守边疆非等正印。正印喜官怕财星，官印透出贵而轻，财星坏阴根击破，杀要生起意气发，怕死绝，怕行冲，要不冲破富而荣。天运二德来照命，当朝一品拜九重。四盲派铁口之断秘籍，八字中年干比肩，月干比肩，偏财不显，说明父亲早逝。八字里年之是正财，月之也是正财，说明母亲早丧或与父亲早离异。八字里日之是阳刃，其他处再有一阳刃，即直接断配偶早丧。八字中月干是七杀，其他处再出现七杀，说明兄弟中有人夭折。八字中比肩入库，然后逢冲，可断在同胞中，有人流落在别人家中。男命八字时干出现食神，而月令再有食神，可断为第一个生的是女孩。假如是男孩，则不能存活。女命八字中时之如果是正印，他处再有正印克子，或者有女儿没男孩。八字中男命无财，比肩劫财旺盛，或者女命重莫官星，而伤官与阳刃旺盛，可直断为和尚尼姑或孤独之命，终生无嫁娶。五江湖盲派秘理合婚秘诀，男女合婚大事情，年命耐阴看五行，年命相生为最好，比合次之为中等，再看年柱正五行，相生相合婚可成，相克相战婚不长，行冲六害不可行，年命相生不能散，行冲吵闹过一生。二看十之正五行，最好相合又相生，行冲克害常吵闹，不吵不闹把病生。三看日柱双五行，财官正合最有情，其他干支可不论，最好对方有正心，
无形荣枯可互补，若有相战把关通，绝对相配世上少。不犯大忌把婚定，八字算命，手相面相，婚姻爱情事业财运风水法事趋吉避凶等。师傅微信 7980-6326。